杨紫即将进组《长相思》，这部改编自桐华的知名超长篇 IP 影视化的消息一出，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最终这个古装剧饼花落，杨紫作为古装剧女主，杨紫也出现了很多经典角色，这一次再演古装剧无疑是锦上添花。最先确定的是男主角色，这个角色由张晚意结束猜测。不管是在《觉醒年代》里还是《乔家儿女》，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，也迅速收获了路人好感度。而仅出演的一部非男主古装剧《扮相》更是大获好评，这次与杨紫合作也是新鲜的实力派的搭配。最近又接连确定了另外两位男演员，分别是谭健次和邓为。这两位在知名度和作品好评度的维度略低，但是却有不小的话题度和流量。虽然《杀破狼》上未能成功播出，但在《虎啸龙吟》和《大军师司马懿》中都有精彩表现，也看到了九十小生的不俗演技。另外一位则是因为一部古装剧男二号成功艳压男一号，在某视频播放平台有不小的流量，所以这几位的剧集也是话题度的集中和流量的焦点。这个配置大家满意吗？欢迎畅所欲言。